哦，出来逛喽，哦，出来找姐姐玩。今天我媳妇有个朋友过来柳州玩，我们出来一下，啊，出来见一下面。好久没见了，快三年了，我们认识有七年，今年是第八年了。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，看一下你朋友在哪里。他也是远嫁到安徽的，他也是远嫁，对，我们见面好难的。那么冷呢？一天没得出门了，在家里面也是哪里都没去。我都几天没出来了。哦，看到哪里都看到哪里都兴奋是吧？天使宝贝，涂这个，林天宇你会吗？哦，你要涂是吗？你看姐姐已经开始涂了。你想涂啊？妈妈教你好不好？拿着。涂这个小花花，完成一点点。粉色的头发非主流哦。妹妹，你看你乱动呢，你看颜料都跑到他的眼睛上去了。你咋不画了呢？他乱画。你饿了？饿了。眼睛都被你搞花了。你姐姐那边在画什么？画完没有？姐姐都不能上下。哎呦，姐姐，你画那个猫都变七色猫了。啊！不要把他的东西吃了。人家这种叫做那个发挥的创意想象，知道吧？看到大鱼表表吗？你真的是跟你行表哥一样喽，看到鱼哦都不愿意走喽。看到鱼没有？你包场了，这里随便你玩。爬得上去吗？啊！开车车喽，咚咚咚咚咚！走了一大圈的，还是回来看鱼。现在只对鱼感兴趣。哦，好多鱼哦！鱼好玩是吧？哦哦，好看吗？哎呦，好漂亮哦！不能碰哦。这个就放回去给你玩喽。爬上去吗？爬上去啊，林小雨，爬，加油！太滑了。你看姐姐玩得好开心哦，来。林小雨，你倒是下呀！哎呀，对，真的。笑什么哈？里面你又不会玩，嗯，你是来想来这里爬电梯的，那你再大一点呀、啊。跟姐姐合张照哦，来看过来。嗨、啊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呀！一，你跟小雨姐妹妹站近一点，一。零一啊，哦，那个旋转，哦哦，那你跟小雨妹妹站近一点。耶，看前面小雨。这里，嗨，这个是什么呀，小雨？耶，耶，耶，小雨好棒。耶，那你去那里啊？去呀。妹妹去那里耶啊？零一看妈妈。哦，妹妹去这里耶哦，姐姐啊，姐姐过来耶。妹妹转过来。哦。耶。哦，他们的手手了。哦耶。喜欢玩是吧？哦耶！他们两个好一点点，那小雨好，来小雨单独来一张，小雨，嘿耶，耶，那孩子好乖的，有点怕。我说他有点怕，有点怕啊。
小的都怕，就大的不怕。哦，已经放车上了。啊，再见，嗯，拜拜，啊，睡觉了，拜拜哦，啊，明天去我们那里玩哦，啊，明天去看看了没？那你回去吧，啊，看了没？快去了，慢点哦，嗯嗯嗯嗯，好的好的，早点休息啊，嗯，拜拜，哟，姐姐好乖哦，拜拜。